甜觉晕倒背后的故事。看一下那个亲的位置，我比这还要低一点。我一定要争气的吓我掉。干嘛啦？啊，回来吗？好痛！你说呢？行，好。好痛！我扎你鼻子。我是不是压到你头发了？没有。导演，你说，就是我眼睛一翻开是先这样，然后再往上一翻，他再把我眼睛合上。他一翻你眼睛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好玩。我先看一下。衣服好，要特别好玩。好了。没事，我不看你。坐起来。哎，行，可以了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真是个小机灵鬼啊。让我心爱的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，让我心爱的摩托